山东欧亚德集团，始创于2009年，总部位于山东济南，集团总占地大约7万平方米，拥有员工300余人，实在风雨再伟业。历经10余年稳健经营和高效发展，已逐步成长为集生产、装配制造、销售、出口为一体的大型制造型产业集团，旗下子公司众多，代表企业分别为山东欧亚德中空玻璃材料有限公司、济南欧亚德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欧瑞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欧亚德中空玻璃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中空玻璃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其主营业务中有中空玻璃铝隔条、双组分硅铜结构密封胶、热熔丁基胶以及分子筛等其他中空玻璃配套产品，专注极致口碑。公司始终以用户价值最大化为宗旨，秉承精益求精、诚而有信的经营理念，过硬的产品品质让欧亚德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外前列。济南欧亚德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新型强材装备和装配式建筑装备示范企业。公司主营各类轻质墙板生产线，拥有独立的设计研发团队、标准化实验室，同时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并获得多项专利。公司坚持以质量树品牌、诚信赢市场为经营宗旨，坚持低碳环保、求实创新、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最大化。山东欧瑞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产品涵盖激光切割、激光雕刻、激光打标三大品类，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日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2万多平方米，拥有独立的研发团队，数名激光行业资深专家，同时公司配备专业售后团队，提供12种语言、24小时的线上线下技术服务，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全面的激光应用解决方案。山东欧亚德集团祝全体员工新春快乐，迎战猪年。